英雄啊，我超爱他的，从以前亚青到现在，他是不同世界的人。对啊，我简单讲就是这样。现在感情好了，对啊，但主要都是他来找我，然后每次都会吻我。其实他身体是蛮香的，我还蛮喜欢他的香味。就每次他无聊，他就接近我，不然就吻我头发，要不然就捏我。习惯了，他每次都这样欺负我。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跟陈英俊讲话，敢跟陈英俊开玩笑，除了我、凯燕、大汉、焦台，我们四个。厂商对我们严厉，一定他是就是他要求我们做到最好。不管练球的精神、练球的态度、练球对自己要求的那个程度，跟在场上的好胜心，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完全不及他的地方。比较凶严的口气去跟他们讲，因为这也是我的个性。因为在场上，我希望就是把每一个动作都能够确实的去做。因为我们在球场上比赛的时候，不管我们就是投不投得进，他还是会鼓励我们就是勇于出手，就是不要怕。然后就是我们场上如果乱流的话，他还是会小集合一下，然后跟我们就是讲一下话，然后叫我们不要因为在自己在球场上犯错或是怎么了，然后就退缩。在场上，我希望我就是先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。我希望把自己就是设一个榜样给他们看，然后我希望也用这样的方式去影响他们，希望他们也能够看到我也是有一点启发，然后大家也会想要一起努力。